你是可乐，你先去。我不去，我是女生，你就不能让着点吗？得了吧，你爸打成我也怕呀，更何况是丹丹老师，那一针下去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别可乐，你上。你俩在门口嘀嘀咕干什么呢？快点进来，按学号来。快去吧，可乐。来，他这儿。老师，你轻点啊。嗯。我都还没打呢，你叫什么叫？下一个就是我了，这可咋整？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好了，尤刚，该你了。老师啊，别跟我嬉皮笑脸的，趴这儿。你凶什么凶了？不够呢，打个针都这么磨磨唧的，趴下。轻点，老大爷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油膏，你快想个办法，再这样打量就能走路吗？你这不说废话吗？不行，得想个办法，得报仇呀！刚才把我的屁股呀，怎么反抗？老师那么粗的针管，针管，哎，有了，可乐，粘土在哪？在我书包里呢。啊，快快快快快去拿，我有办法。走走走，这个就像了。哎呀，不像不像，这针头再长一点。哎，这样才对嘛！走，我们去打针吧。走走走。这里是赵憨憨课堂，欢迎关注哦。打饭了，打饭了，打饭了。嗯，可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啊，老师，我报名了食堂的志愿者，在这帮忙呢。哟，可乐，就你还能当志愿者？可乐，不错，加油。哎，老师，来，我给你打饭。来吧，我的。老师油膏，你们下次可要早点来，你看这都没多少了，我可全都打给你们了。哇塞，油膏，你看你这么瘦也吃不了多少，我帮你分担点啊。哎，丹丹，老师，哎，老师，老师，你看我都这么瘦了，你给我留点。你那可是标准身材，好好保持。喂，哎，这老师气死我了，脸都吃那么大了，还要抢我的饭。哎，油膏，不会。Day two。可乐，今天多给我打点饭，我昨天都没吃饱。就是，这丹丹老师也太坏了吧！不能老让他欺负我们。哎，可乐，我有个主意，你敢不敢干？说来听听。可以可以。开饭啦！开饭啦！嗯，云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可乐打饭。啊，老师，我也参加了志愿者。老师，你辛苦了，我给你多打点啊。不辛苦不辛苦，谢谢啊，可乐，多吃点啊，老师。今天饭真香。这是什么呀？可乐，今天的饭是怎么做的？哎，老师，这可是食堂啊新推出的口味，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好吃什么呀？又麻又辣又咸。说，你们俩是不是往里面加什么了？愣着干啥？跑啊！你两个小孩子，给我站住！这里是赵憨憨课堂，欢迎关注哦。哎，老师，哪来的雪糕呀？就是给我们分享一下呗。都想吃呀？我这里还有，你们掏钱买呀，1块钱2个。啊，还要掏钱买呀？那你是不是傻？这么便宜的雪糕上哪找去？你不吃我吃，来给。哎，不是，如果你拿我钱干嘛？来，1块钱2个。哇！哎，你给我一个呀。
雪糕可和平时不一样哦，神秘大奖哦。神秘大奖。哎，一个一个，快看我中了，再来一箱哎！不是吧？恭喜丹丹中了一箱雪糕，来，你的雪糕。谢谢老师，我要带回家吃。给我来，丹丹。等一下，思墨老师，这雪糕呀，必须要当场吃完。嗯，哈哈哈，丹丹，要不我就大发慈悲的帮帮你，这雪糕呀，咱俩比赛吃，看谁吃得快，敢不敢？来吧。哎呦，我肚子怎么这么疼？哎呦，我得先去趟厕所。哈哈，月糕你输了。哎，我肚子也疼。哎，月糕等等我。可别忘了你们的承诺啊！哎呀，你别搭理我。我就说嘛，哪有这么便宜的雪糕呀？都怪你臭月糕！哎，不行，我肚子疼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里是赵憨憨课堂，欢迎关注哦。今天老师带你们春游呢，主要是想让你们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不要再做井底之蛙了。看看这大好河山啊，看看这榆树，还不是你布置那么多作业。不是你们俩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有意见呢？嗯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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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会呢，老师？行了，那边风景不错，走，跟我去看看。我也要去看看。这新来的同学怎么是个急性子呀？多么令人赏心悦目的花呀！可乐。看看这些花多鲜艳，就像你们，就像祖国的花朵一样茁壮成长。哎，丹丹，你快来呀！快来快来，来了来了。走，我们到前面看看。都走这么久了，你们不累吗？哎哎呦！哎，丹丹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就摔了一跤。啊，那行行，没事，那我们走了。滚滚！走不动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哎，有了！老师，可乐，老师，老师，可乐，怎么了，丹丹？怎么了，丹丹？老师，我鞋掉了，组不了了。鞋掉了，那再买一只呗。现在上哪买去啊？都怪你们组得太快了，这样怎么组呀？怎么办呀？丹丹，老师能看着你们不管吗？这么的吧。老师呢刚好出门拿了一对塑料袋，反正呢你现在就也一只鞋了，倒不如把那只鞋也扔了，看哪个有缘人能捡到。嗯，来来来，把垃圾袋套上，快点弄起来，大家都等你呢。蓝蓝的天空，等等，快点，轻轻地说，这都是什么情况？我的鞋那可是九块九包邮的呀。老师，可乐，等等我。这里是赵憨憨课堂，欢迎关注哦。同学们，今天呢我们来玩真人版吃鸡游戏。耶、yeah, 呜呜。哎，老师，这游戏规则和装备怎么分呀？啥老师看了旁边这些装备了吗？今天啊咱们不猜拳了，谁抢到就是谁的。可乐，你们速度也够快的，不给我留一把枪吗？等等，不是给你留了一把信号枪吗？就是。行，算你们厉害，走着瞧。就给我留一把信号枪，这能干什么呀？哎，有了。就是。刚舔到空投，他们肯定会来找我的。不行，我要在这埋伏他们。老三，你快看，那有空投。先别急，看看四周有没有埋伏。老三，安全。没人就好 ，AWM， 我们来了。可乐，这儿很危险，你要小心点。空投，空投，可乐，你打我干嘛？我没有啊，明明就你开枪打我的。我没有打你啊。嗯，怎么没打？不行，还得再来一枪。
对，快隔了，有敌人，丹丹在附近，快开枪！哎，我有枪了，枪呢？哈哈，枪在我这里。丹丹，果然是你，你也太阴险了吧！是陷阱害我们。哼，谁让你们不给我留装备的？走了。又输了。这里是赵憨憨课堂，欢迎关注哦。丹丹，丹丹。那啥，今天作业有点难，叫抄抄。谁让你上课不好好听的？不管。我请你吃零食，我有钱，你看。留着自己吃。你看一元超市。一元超市啊？来来来，我请你。老板，你这真是一元超市？嗯。当然了，你们需要点什么呀？一元超市就行。等等，我请你，随便吃，放开了吃。哦。老板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你看，我零食都被你们吃光了。好吧，老板，我吃饱了。那行吧。给老板结账。哎，不是，你给我一块钱干嘛呀？你这不是一元超市吗？一元是我的名字，我叫梅一元。一共250，快点给钱。250是吧？老板，你稍等一下，有钱没？我没钱。没钱了你干啥？偷呀！哎，你们给我回来！这里是赵憨憨课堂。欢迎关注哦。